上一身黑，跟着音乐跳动，舞者整齐划一，曾获 HHI 台湾区冠军，挺进美国锦标赛的 HiZam 一登台，观众尖叫连连。舞者顶金发造型亮相，快节奏音乐配上超杀眼神，曾获两次台大杯冠军，去亚洲达人秀获金按钮奖的 Mazy Acre Family 展现超强武功。舞裙戴帽子，穿条纹衣，轻快音乐配上高水准锁舞技巧，曾夺下中国街舞节目《舞力觉醒》冠军的 IP 拉克尔登场，气势非凡。其中舞者张宥嘉今年底将代表台湾到南非出赛。每个舞者穿上缤纷衣，搭配逗趣神情舞动，曾跳进 WOD 世界总冠军赛的 HRC Hypercore 一登台，观众都看得目不转睛。台湾今年度最盛大的街舞赛事，不锁定学生族群，开放业界老师共襄盛举，有19个团队拼冠军拿百万奖金。我们绝对有信心，我们可是为台湾争光，拿到世界第五的强劲的队伍，我们是 HiZam， 没有在怕。比赛就是永远只能跟自己比，因为不管别人厉害还是弱，你都只能做最好的自己。我们最怕，如果真的要选的话，有自己是第一队，第二队我们有点怕。原住民，我们明年呢，希望规划的是比较像是国际的赛事。全台各地选手齐聚，用舞蹈热血切磋，展现出台湾街舞魅力与实力。TVBS 新闻，张家宝、陈环、张启云，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